小店长这么乖，怎么会收到行政信函呢？久违的画风到底是不是你要开发的游戏啊？玲玲，东西在这里。这个呢是店里面的营业额，现在就可以过去。流川枫对我从来都没有变过，我们不要再讲，不用你们可怜。少来！天地变死四十二谈机智校园生活，青春向前冲。